我们会发现当任何这个他加入到淘宝网这边的时候，那么说如果大家了解看到这边有照片空间，金子也可以的哈、哦。那这边还有什么？这种我们刚才有在后场的，所以呢，你看呢，如果你照片空间的话就单纯了，他就会跟你讲，其实喜欢什么好照片行是什么。好，比如说我们这个啊，四张是吧？那么如果你觉得啊放大一点啊，如果你觉得这个上下就是大 OK， 你就把案子你的案子把它调整一下，让它更方便一点。所以最上面那一张是哪张？最上面是第七张，对吧？好，所以你可以去调整一下。那当然，如果你觉得照片太多，你可以稍微麻烦一下啊。就不要那么多张，好，这样一下。那你只要按照这个情况去，它再重排一下，这样了解了吗？好，它再重新排一下。那么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般的照片，它就是要宽的，我们要宽边的，加一整排的，下面比较大一点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觉得安全性偏大，安全性，你要这么搭配的话。我调大家方向其实没有关系，你就把它按 OK 一下，我们去外面调整，你看呢 ？OK， 好，出来了，有没有其他外面做的调整？有了解意思吗？好，总之我在里面只是很单纯的先把那个上下顺序决定好。那当然以后我要外面可能再调整，也可以，因为我们站在左边这边有没有出现？图层的话，你们在右边有没有在上一层、下一层、上一层、下一层？但是它不用那么麻烦，就是按着它，啊，对，你可以看到一条线。好，红色的线就是你会去的地方，所以我在那条，这个地方就可以把它放上面。这样是不会的。好，这样这个就是所谓的那个叫做照片编辑。另外呢，这里还有一个后场的功能啊。嗯。我们都叫做后场啊。好，老师刚说过了，这里就说了，好，后面的也有了，有没有？好，如果让它放下 ，OK， 没有，后场是不是都有了？那其实你可以发现，它整个关系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，就是我怎么跟你看是，你把这个负责选的一下，因为你把负责选的，选那个范围就好了。好，所以呢，你就要告诉他什么照片是哪一张。如果你要拿第一张，你就选什么，就是这样。啊，你会觉得这张看起来好像跟我们刚刚那个上头照有点像，很有形象的。今天如果这个不太像，你要加细的话，这个就装饰。所以呢，这里你可以加上什么？比如说这里的上台光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吧？但是说拿来就行了。看，它的小熊这样子，你们看到哪有意思？对，没有啊。所以有趣就好，真的趣就好，就好在这些。好，那我们说呢，这个部分就教各位怎么样做画面的趣味。好，在这个趣味好像效果还是要。所以我觉得像刚刚提到你这个第二张，可以的，你就把其他张照片，对不对？再把它加进来。那你加进来之后，这边有没有照片的形象？所以说，因为说有意思哈，比如说我想现在这里，来一些小色彩，这样，这个好，对吧？那这个小色彩，再刚刚加的形状，这个呢，再画个小条，然后呢，就这样子，怎么样？那这个好像看不到了，是吧？啊。大小条啊，你就在里面长出来，小时候就是长这样，好，所以你可以这个东西就可以做的比较灵活啊，你可以这样去啊。那它里面呢其实有蛮多的，但你不一定要这样的哈，也可以有像这个变形的啊，我们通过那个，拿走啊，再来看，看那个。你可以照着方向啊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这个就是说啊，可以按照不同的方向调整一下。有没有在看出来？
地方的人在看的时候，所以你做好了，现在就可以传达出去了。所以这个是呢，那做做最好的方法啊。但是你不需要这个做，因为你是其他的方法都一样，都可以做。那你先了解了。好，那我们另外这个课呢，顺便等一下呢，我把那个素材包怎么弄，给你讲一下。